佛教智慧故事，上慧童子受记成佛。在过去久远劫之前，有一位修净犯行立志成佛的善慧童子，梦卧大海之上，肇事此身尚未获得解脱，还处于生死大海之中，梦枕须弥山，预示将来可出离生死，得般涅槃。梦大海中一切众生入你身内，预示将在生死大海中做众生的皈依处。师父，梦见左手高举太阳，右手托着月亮，又是何意？手擎太阳是智慧光明普照法界，手托月亮于是你将用方便法门化导众生，使他们远离无名热闹，熄灭欲念之火，永得清凉。这五个梦正是你将来成佛之相。谢谢师父开示。集合魏国城的百姓们正准备迎接集合魏国国王的哥哥燃灯佛莅临国城说法。你善根深厚，借此诚心发愿，将来定会正道成佛，度化无量众生，彼时再来度化为师。这500钱你拿去供养燃灯佛。是师父，弟子定不负师父所望。大叔，我想买鲜花。哦，你来晚了，鲜花早已卖完，甚至连华鳗、香油之类的贡品都卖光了。啊，这位姐姐，可否把你手中的花卖给我？不卖。姐姐，求您了。这7朵莲花是我和母亲省下三餐买来供养燃灯佛的，不能卖给你。姐姐，我愿意用身上全部500斤买下其中的5朵莲花，还望您成全。啊，你这个人好奇怪，这样苦着自己，却舍得以500重金来求取不过数钱就可买到的莲花。这是为了什么？为向燃灯佛许愿，为欲成就一切种智，度脱无量众生。那为何偏偏选择以莲花供佛呢？世上唯有不着成垢的清净莲花，才能表达施者空、受者空、公物一空的三轮体空，象征无相不施的真谛。好吧，善良的人，我可以把花卖给你，但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什么条件？我看您身心勇猛，端正无双，将来必定能够正果成佛。如果您不嫌弃我愚笨，能否答应正道成佛后收我为您的弟子，让我生生世世跟随您，上求佛道，下化众生？您若答应，我就达成您的愿望，否则我的话是不卖的。愿您生生世世种下善根，一起奔向菩提大道。我是女儿身，不方便到佛前供养发愿，这2朵莲花请您代替我供养燃灯如来。姐姐放心，我一定办到。祈愿燃灯佛长久住世，为众生转妙法轮。祈愿燃灯佛怜悯我善慧童子，受此7朵莲花，愿我未来得成佛果，如燃灯佛度脱无量无数的众生，满足众生成佛的大愿。
不能让污泥染于佛足。善哉善哉，善男子，你在九十一劫后将成佛。佛陀，可否为弟子受记？待童子成佛之时，他会为你受记成佛。于娑婆世界名号释迦摩尼，广度无量众生。善慧童子就是后来娑婆世界的本师释迦摩尼佛。屈夷就是悉达多妻子耶输陀罗，后来亦被受记，将来成佛，名号为具足千万光相如来。若有众生奉施香花，得十种功德：一者处世如花，二者身无臭秽，三者拂香戒香，四者随所生处鼻根不坏，五者超胜世间为众归养，六者身长相结，七者爱要正法受持读诵，八者巨大福报，九者命中升天，十者速证涅槃。是名奉施香花得十种功德。